当时我还不够冷静，对有的同志还发了脾气。借此机会，我向同志们表示歉意。彭总，我也有责任，我也有。哎呀，这又不是吃大户打牙祭，抢什么嘛？<笑>同志们，毛主席要求我们在最近一个时期要寻找机会，再打一两个大仗。 也是正在研究下一步的作战计划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央在陕北还没有走，所以啊，我们除了打仗，保证中央的安全，就更为重要。各部队要在提高自身的机动性上狠下功夫，啊，要做到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。 彭总，中央急电。我给大家念一下：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，这里人民地势均好，甚为安全。目前主要的敌人是胡宗南，只要打破此敌，即可改变局面，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。 看来中央已决心留在陕北了。那毛主席呢？电报上没说。报告，南京来电。中外记者团55人，代表国内外报馆、通讯社39家，由沈昌焕带队，定于4月4日。 坐飞机到达延安。王超凡那边准备的怎么样？据说他找了一个在战时干部训练第4团受过训的湖南人，此人还曾经演过戏，让他来冒充共军旅长，应该可以应付记者团。这可不是件小事儿。这样吧，你跟我一起去看一看。 胡长官好，是他。是。叫什么名字？什么职务？报告胡长官。
我叫许国仁，是解放军新二旅旅副，少将军衔，民国18年参加的红军。在什么地方被俘？在南泥湾，国军的飞机大炮太厉害了，我们打不过，所以我就投降了。我就行了。王主任，到。来。王主任，到。太不懂得什么是革命，你选的那个人就是个绵羊，满口都是本党的腔调，一问就露馅，根本不像共产党，更不像共产党的旅长。共产党的旅长应该是态度强硬，讲话要骂娘。胡长官，你早有指示是不让骂娘的呀。我不是让他骂共军，是让他骂我们，骂得越凶才越像，越往上骂才越像，往上，你懂吗？小坤啊，你还是帮王主任想个办法吧。是。来来来，喝水。王主任，哎，其实胡长官是在暗示，哎，越往上骂才越像。啊，对对，他在那儿不好跟你我说白了，其根本意思呢，就是要骂国民党，哎，骂总裁，这个不能骂，这个不行。哎呀，又不是让你骂，是让那个贾旅长骂。让我帮你导这出戏可以，但是呢，你知我知，那个贾旅长知，这事儿一旦传出去，对胡长官不利，你要是同意呢，我就帮你干。韩副官，到。带共军副旅长许国仁。是。带许国仁。长官。啊，长官好。你就是许国仁？是。你在西安听过胡长官的精神讲话吧？知道被俘不屈，宁死不降吗？在下知道。你不是演过戏吗？你扮演的角色要合乎共军旅长的身份，态度要强硬，姓名和职务先不要讲，记住了，要用共产党的语气。你要大谈特谈共党的谬论。胡长官让你来演的不是投降的胆小者，是让你证明我军歼灭了共军的一个旅，光大我国军的威望，明白吗？那这话我应该怎么说？比如把总裁叫做蒋介石，骂蒋介石是卖国贼，骂国民党是瓜民党。长官，这可是要杀头的。你演好了，有人保你的，还给你嘉奖。你要是把戏演砸了，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明白，明白。这个王超凡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胡长官，据可靠消息，在延川附近发现共军的延安保医院。延安保医院？那可是共党最高领导人的子女窝，要是把这些孩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，那可比俘虏共党几千人都有影响。这个大好的宣传机会，我们不能放过。立即命令董召部派一个团的兵力捉拿，务求成功。是。关于人员去留问题，已经争论三四天了，议而不决，等于不议，搞不好啊，让胡总南把咱们一锅给端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谁留下，你也不能留下。就是嘛。李直啊，你想不想留下？不只是想，我是一定要留下。好。我支持你。那太好了，但是条件是，你也要支持我留下，
怎么样，主席？你这不是公开拉选票吗？啊，就是吗？毕师啊，你可要坚持原则啊，不能出尔反尔啊！哎，我是支持我留下，不是支持主席留下呀。不行，要知道，党内凡遇到重大问题难以决策的时候，作为党的主席，是有最后决定权的。哎，主席啊，这是两码事啊。两码事，我看是一码事。你们说，蒋介石、胡宗南是不是就想把我赶过黄河去啊？都不说话，那就是认可。你们总不能投蒋介石、胡宗南一票吧？主席，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。李石，你说呢？我觉得主席说的有道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恩来啊，虽然在晋西北不在这里，但是他肯定是支持我的。现在啊，是三票对两票，正式通过关于人员去留问题的决定。我恩来还有毕石，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。少奇、朱老总和董老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，少奇为书记，去晋西北或者其他适当的地方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。主席啊，胡宗南如此猖狂，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？可以化名了啊，我呢就叫李德胜，离开延安就得胜。恩来呢就叫胡必成，我们的事业必定成功啊。那我叫什么？你就不要费事了。为了便于行动，中央机关变成四个大队，要成立直属队司令部，你当司令。用咱们湖南话的谐音，就叫史林吧。陆鼎一，给你当政委。啊，那他的化名就叫郑威龙。中央机关直属大队，我看就叫昆仑纵队。好，有气势。从战略大局出发，为了稳定军心，鼓舞斗志，同时牵制作为国民党军总预备队的胡宗南几十万军队，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，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，决定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作战，从此毅然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崎岖艰难的道路。彭总，中央的这个决定是从全国的解放战争大局出发呀。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，这将鼓舞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，这个意义非常远大呀。是啊，有主席亲自坐镇陕北，我们的心里也会踏实一些。可是胡宗南二十万大军横行陕北，危险也很大呀。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问题。彭总，刚刚得到个情报，敌人发现我延安保卫院在延川的隐蔽地点，派了一个团的兵力进行偷袭。延川以北，电话二座，让陈新宇派他们独立营立即赶到延川救援保卫院，同时通知游击大队给予接应。是，在这儿。宁金山。哦。李大旺。嗯，到。王老虎。啥事啊？啊，你们几个人吃完饭以后去换药啊。哎，哎，我这点伤就不用换了吧？用不用得着换，我说了算。嗯，那就是，老虎哥，你得听人谢护士啊。是。我。谢护士。来，孙大叔，有事儿啊？
女子，把这个吃了啊，一边悄悄吃去。哎，孙大叔，我不要。哎，离一个女子家不容易啊，快，让别人看见不好。谢谢啊。啊，小谢同志。哎，在导员。是这样的，根据俘虏的交代，我们派出去的同志找了好几个地方，都没有发现李大爷和他的孙子。这么说，他们很有可能还活着，是吗？据说，栓牛的胸部中枪，活着的可能性非常小。但是只要抢救及时的话，他还是很有可能活着的。但愿如此吧。教导员，教导员，营长叫你去吃饭。谢护士，我不要。哎，你是小孩儿。我不是小孩，我都15岁，我是大人。行，你是大人，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需要补充营养。你不是想长成像周营长那样的大个儿吗？啊，吃了这个就能长那么高啊？对呀。谢谢护士。吃饭。哎。你又跟那个。谢芳玲说啥呢？我和他说啥？你有必要知道吗？我当然有必要知道。你是我的教导员，你不是在旅长那表过态吗？说要跟我一条心。你说吧，你跟他在那说啥呢？行，一条心就一条心。我刚才啊，告诉他，李大爷和栓牛。没有找到，你咋能这么说呢？你这么说他还能走吗？那你让我怎么说？我说找到了，在吕布，这不骗人家吗？那必要的时候就得骗，要骗你去骗，我可不干这缺德事儿。这怎么叫缺德呀？他在吕布，那总比在这儿待着安全吧？他要找不见人，还不能回来啊？我的教导员呐，哎，你这一肚子墨水，你都到哪儿去了？咱们独立营那是执行特殊战斗任务的部队，等他找回来，咱早不知道开到哪儿去执行任务呢。你这人啊，还真够损的。我出发点是好的，其实你用不着这样，你只要告诉他一声，李大爷和栓牛，你自己去找吧，他呀，保准马上就走。我要真这么说嘞，你能忍心？我有什么不忍心的？只要你的良心过得去，我没意见。你还别激我。营长，教导员，营长。哎，这哪来的鸡蛋？谢护士给的。哼，都受到特殊照顾了。他凭啥给我鸡蛋啊？报告，进来。报告营长，吕布基地。马学友，到。通知部队紧急集合，准备出发。是。营长。加油吧，去！朝北冲，发进。报告营长，前一指挥完毕，阴道530，食道530，请指示。收起。是。嗨。同志们，上级命令我们独立营立刻赶往延川，要在明天凌晨到达保育院驻地，转移那里的孩子和工作人员，并把他们安全送过黄河。我听明白了吗？听。好，出发。敌人，这个转，转，走，走，走。周营长，这次的行动我也要参加。不行，这是急行军，你根本跟不上队伍。我是护士，
保育院的那些孩子需要我的帮助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教导员，请服从周院长的命令。是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站进去了。教导员，这事儿你得管吧？叫两战士把他拉回来。这事儿我可干不了。哎，你，小程呢？到。警长，快快快，把他给我跟上。是。搞什么搞？同志们，加把劲！过了前面那道山，我们就可以休息了。小心，还行吗？小橙子，注意安全，走不动可以休息一会儿。哎，啊，老虎，哎，给你个任务，啥任务？你去跟着谢护士，看他需要帮忙不？我不去，你让李大旺去。哎，老虎哥，我不去啊。王老虎，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？谁每天给你换药啊？教导员。教导员，咱们歇一会儿吧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营长过来了，你跟营长说去。大勇啊，看来这部队还得你来带。啥意思？表扬你呗，听不出来啊？同志们，加把劲，快点！老虎，怎么回事？啊，谢护士用不上我。大勇，让部队休息十分钟吧。好，马学友到，通知部队休息十分钟。是。各连注意，保持队形，原地休息十分钟。谢护士，啊，我不吃，你吃吧。你吃点吧，走这么长时间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谢护士是真的走不动了。好，让李大旺和小橙子陪着他。也只能这么办了。你惹的祸，你去说。大旺啊，你脚是不是起泡了？没事儿，我给你挑起来了。哎，不用，谢护士，这天天行军正常的很，没事没事。谢护士不用，他的脚能熏死驴。去，哎，我给你撒点消炎粉。哎，这，哎呀，哎呀，来，把这个也吃了。嗯，下。谢谢啊，谢护士。不是，女子，别理这个坏小子。我李大王，我让你再给人家谢护士找事儿。我没有，他非要给我。你这，走。一会儿你和小橙子留下来陪谢护士慢慢走。啊，我不去。何连继福，你不去啊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我来是来打仗立功的，我又不是来陪女人的，我不去。教导员。别麻烦他们了，我自己能行。我知道你的决心，但不希望你逞强，还是现实一些吧。废话少说，抓紧赶路，出发！不，教导员，我，哎，哎哎，谢护士，这，哎呀呀呀，等会儿，哎呀，等会儿。后边的快点！
怎么回事？弟兄们太累了，让弟兄们休息一会儿吧。兵贵神速，眼下抓住这些娃娃是大事。带上你的人，从这条路给我绕过去，把共军保育院的路给我堵死，给他来个一网打尽。团座真是高见呀！去吧。是。命令部队跑步前进。是。是。三营长，带上你的人跟我走。是。来，你们给我跑步前进。什么人？口令。准备收地。地接存。朱营长吗？是，王院长在里面等你呢。好。朱营长，王教导员，昨天就接到你们来的通知，我们已经做好了转移的准备。好，黄院长，孩子们都集合好了吧？孩子们还在睡觉，得赶快让他们起来。这下雨了。黄院长，情况紧急，没有时间了。哦，好，我马上通知保育员。好，快快快，同志们，快，同志们，快进屋，快点，快叫孩子们起来，孩子们，孩子们，快起来了，走，快点，上车了，手脚都轻点，保育员同志得快点。摔伤了，来，来，蹲下，黄院长，快坐下。黄院长，天都快亮了，得快点。坐下。敌人离这很近了，天要亮了，咱们就走不了了。快，来，你等我说清楚了啊！谁要把孩子弄哭了，我就让谁哭。是。这么快，敌人就过来了。赵导员，你负责转移保育院，我去集合部队，阻击敌人。好，同志们，马上行动，集合。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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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同志们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开火！看能不能这样，我让战士们背着孩子，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咱们再想办法。我看可以，保护孩子要紧，就这么办吧啊！好，二连长，走，把你的人叫过来。是，同志们，集合。同志们，每一个战士负责背一个孩子走小路，记住了，对待孩子们一定要有耐心。行动吧，快！快点！快！快！快点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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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同志们，跟上！敌人打上了，谢护士，谢护士，哎，谢护士，注意小心，快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谢护士，慢点。哎，你们看那儿，快点，啊，卧倒。敌人上来了，这可咋办呀？通知教导员，来不及了。鸣枪啊！我操！哎，对呀、啊，咱手里东西又不是烧火棍棍。停了，停了，怎么办？停止射击！停止射击！三营长，不要乱。团座，咱们是不是中了共军的埋伏了？什么埋伏？这只不过是游击队的骚扰。继续前进。来，
团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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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，你们排好，我来引开他们。大王危险！没事。对吧？把那个哥俩俩。小李，你看。大王，好样的！赵远，今天三五有敌，都停下来！王教导员，怎么回事？王营长，前面发现敌人，看样子咱们只好另选路了。哎，从这上到那山坡上去看看。好，二连长，你协助王院长和保卫院的同志往山上转移，其余同志跟我阻击敌人。救援，执行命令。是，同志们，快往山上转移，快点。快，这边，同志们，准备战斗。是。谢护士，没事吧？谢护士，没事。谢护士，啊，没事。我没事。慢点，慢点。我们必须把敌人引开。哎，谢护士，你看那儿，孩子。谢护士，你们在这儿待着，我去救孩子。我也去。不行，人多目标太大了，你们把敌人引开，我去。哎，我去吧。我也去。孩子受到了惊吓，你们不懂得护理，我去把敌人引开。哎，谢护士，注意安全啊！快，给我杀，给我打！王爷正向山那边逃跑，弟兄们，抓住一个工具的娃娃，上大洋石块。给我冲啊！同志们，边打边撤，把敌人引开。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不要哭了。沟里发现共军的娃娃。停止前进！停止了，停止了，停止！怎么回事？好像有小孩在哭。停止射击！等等，好像是个女的。不要哭了，妈，你这儿来。她一定是去救那些娃娃。吉祥，给我盯住了，她一露头就给我打。老白，快下命令吧，从此要把孩子救出来。等等，敌人现在只向我们的人射击，如果发起攻击，很可能向孩子开枪。抓活的，一定要抓活的。白连长，到，你带几个人冲下去。让敌人靠近孩子，教导员，赶快想个办法把孩子救出来呀！现在唯一的希望，只能看山坡下那个同志了。真的，女的？是的，是个女的。打不打？打什么打？你没看见他手里拿的红十字旗旗吗？是小谢，谢护士，谢护士，真是不得了啊！谢护士可真行。同志们，带我！放下吧！连长，共军的主力到了！同志们，冲啊！撤！弟兄们，撤！
兄你好、啊，你好，我是王承德，独立营教导员。我叫李玉明，是游击队队长。哎，咱们好像在哪见过吧？见过，是不是在延安城门外敌机轰炸的时候？哦，对了，你当时呀、啊、骑着马。李队长，太感谢你了，都是一家人嘛，有甚好谢的？走，走。本来是因为一个伤员掉了队，我为了追他才追到这儿来的。然后呀，就拉到了我们独立营。你们独立营是好样的。那当然了。小谢，跟我们到山西去吧。好啊，我早应该归队了。哎，把这儿给他们拿过去。老四头，哎，别着急。多熬点小米汤，快就回来了。放心吧，只要那边枪声一落，我这心里头就踏实了。教导员，营长他们回来了。营长，教导员他们来了。大勇，你们回来了。教导员，王龙红，哎，在战士们这边休息。是。来，李队长，这就是我们独立营营长周大勇同志，这位是游击队队长李玉民同志，他们是专程来支援我们的。欢迎欢迎。好呀。很有劲儿吧？啊，我喜欢。早就听说过周营长的名字，听你这么一说话呀，就知道是个爽快人。哎，大勇，老孙头刚熬好的小米汤等着咱们去喝呢。走，好啊，一起去吃饭。不了不了，还有很多伤员等着我们去安置呢。周营长，王教导员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再见，再见，李队长，再见，再见。大勇啊。这次谢芳林同志可是立了大功啊！周营长，周营长，刚才那几个人是不是游击队的？是啊。是不是有个队长叫李玉明？对啊，你认识，在延安城门外。谢谢你们。孩子们会记住你们的。哎呀，黄院长，保护我们自己的孩子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这有啥好谢的？是啊，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。小谢，本想着你会和我们一起走，听了那位老大爷和拴牛的故事，我理解你为什么要留下来。我也不知道我留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但是我会尽一切力量去找到他们，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好吧。我们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简直是一群笨蛋！一个团连几个娃娃都抓不住，他们还想干什么？啊？董局长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袒护你的部下了，对那个团长一定要严格惩治。副长官，你说这是多么好的机会，如果能抓住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孩子，那对瓦解他们的斗志，动摇他们的军心，能起多大的作用啊！这么好的机会就这样丧失。副长官，不必过于生气，机会还会有的。胡长官，董钊和刘戡已经在执行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，想必近期就会收到战果。胡长官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，在记者团到延安之时，打他一个漂亮仗？当然应该。我研究过国防部制定的这个方形作战方案，我认为非常适用。九旅之众。齐头并进，相互依托，互为犄角，滚动前进。他共军没有足够的兵力，是无论如何也奈何不了我的。
裴主任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方兴战术虽然不错，但难免劳师动众。刘戡军长的守株待兔之法，未免不可取呀。总裁是不会答应我按兵不动的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但愿方兴战术能够克敌制胜。孙参谋，到，命令部队慢点走。咱们幺三五旅一定要与兄弟部队保持平行状态。是。王主任，如此行军长期下去，这部队怎么吃得消？吃不消也得吃啊，总比被共军吃掉的好吧？哼，只走山不走川，这不是白白消耗体力？别说现在找不到共军的主力，就是找到了，以致疲惫之师如何作战？即使作战又如何取胜？听说这是国防部高参们制定的方案。纸上谈兵，闭门造车。郑轩，哟，彭总，您怎么过来了？事情比较棘手，这有两份电报，你看一下。啊。西野部，你们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，部署一妥。已令陈谢积极动作，现在不怕胡军北进，只怕他不北进，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。傅作义的101师等部向晋西北进攻，左云失守。阎锡山攻占孝义、对九峪，有向中阳石楼出扰之可能。数月内贺礼处局面将较紧，但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，即有办法对付阎傅。贺老总那里形势紧张，我们的后方供给就一定会有问题啊。